做一个佛教徒，第一，咱爱先创一个佛堂。假使讲咱家己有厝，经济做会到，一定爱做一个佛堂。啊，佛堂咱才有法度修行啊。咱初心一定爱，话讲啊，你限定着着相。咱也未见过有个人拢真着相啦，无影讲住一个都无遐着相啦。啊，你若凊彩创创的哦。你未入心啦，学人较早在家时啦，学人熟家佛堂哦，迄阵啊，万人上第一站呢。你若毋信，你去看学人的佛堂，刚才电话七十外拍，啊，电话毋是较好看呢，足重要呢。去你家迄个佛堂哦，无想要落来，逐个去你家佛堂都无想要落来，毋是干那我呢啊，以外人去到堂，恁这佛堂那给，恁这佛堂那给落世界嘞，去你个地无是无想要落来呢，真庄严。所以你这佛堂创了哪会庄严嘛？你都会入心啊，你都会想要修行啊。假使讲咱经济做未到，做未到，咱就较凊彩啊。就是讲无经济啊，咱这都，或者是呐大公务。咱这鹿港遮较无公务啦，啊，大都市台北啦、台中啦，这公务就真济，买一站尔，啊，规家伙人房间也无几间，安尼嘛是爱做活动，咱做较凊彩哩，无要紧，啊，凊彩加大石啦，加大石啦，恁听有无？啊，顶伫壁迄个加大石啦啦，啊，毋免趁钱买桌啊啦，啊，总是你。一定要有一个佛堂，有佛堂就有主，无佛堂就无主。啊，毋好讲道教甲佛教啊，南南的，啊有喙笑的，啊无喙笑的，啊，安尼乌白拜乌白南，安尼拜袂相应。信佛就是信佛，较早道教遐个拢爱甲请请掉，做一个如法的佛堂。啊，免互你开真侪钱，足简单嘞。你若真善，免一万块，咱就开起来。啊，要若国家无钱，免1000块，咱嘛开起来。啊，咱就用个细细鱼啊，迄就好啊。藿香炉请一个啊，直接檀香炉请一个啊，莲花灯请一堆啊，反正咱就一个佛堂啊。所以讲呢，可以量大量小，看家己的经济呢，看家己的经济。就是讲，咱岁数起啊，你嘛爱创佛堂啊。咱有信佛的人，就是讲，咱去读册，咱这个囡仔啊，去读大学，就去读高中，唔是伫咱厝呢，你嘛爱创一个佛像来做，伊拢创就一个读册多啊。啊，无带甲咱做伙，可以讲伫台北读啊，咱带伫鹿港啊，你得揢一个细个西方三圣佛衣啊，放伫桌顶遐，啊，要上课问讯一下，等下甲佛祖问讯一下，会用念一些阿弥陀佛。你这个囡仔不但袂变歹，后摆都圣经读册都会第一名啊，伊都袂灰灰三做。啊，这佛堂啊。真不可思议啊！伫遮先说讲，我大家听，因这早暗课真重要啊。咱园林有一个技术，真善呐不是去练下拜佛，迄阵啊不是去啊，不是去啊家己无所在，啊无所在啊，我就叫讲你爱用一个佛堂。爱着勉强去用一个佛堂哦，用用着请师去甲伊杀菌，我甲伊教，我讲你吼，家己无所在，你用好请师去杀菌，无要紧，大事拢无要紧，你吼爱甲佛祖讲，讲可以讲你若家己无所在，佛堂细细啊，你感觉足歹势啊，你做你跪着甲佛祖讲。讲啊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，释迦牟尼佛，地主哦，经济真歹啦，无所在他甲你供养哦，凊彩创安尼尔哦，你莫见怪哦，我后摆哦，
那去老阿厝的时，我一定创一个真庄严的佛堂，我来改教。你阿这年纪数，我足听话哦。伊有一天，伊就去创一个佛堂，你阿就叫阮去改杀进哦。去个地，我讲你那佛堂伫带，伫遮伫遮，伫遮伫遮，我看都无佛堂，还讲伫遮伫遮，安尼哦。结果呢，佛堂设立在恁右看得到无？是佛堂哦，设伫面顶用个铁栏搭哦，因为面顶旧个钢筋铁栏搭哦，不但铁栏搭哦，迄佛像哦，细细个尔，即那细细角角都像安尼尔，西方三平砖啊，甲放大，啊平伫迄个铁基啊边啊，啊甲平咧，啊平伫遐安尼讲，叫做佛堂啊。我讲当地阿弥陀，我叫只大丁来，你创安尼个佛堂。照常嘛是甲伊杀尽头，甲伊念甲尾，也无减啊一句，哈哈。嗯，经过几年啊哦，佫叫我去甲杀尽。我讲，我叫你甲你杀尽过来，你来叫我去杀尽，我叫你佛堂说说遐尔。伊讲有啦，说啊，足歹势，迄工是有够歹势啦。啊，唔过我伫我拢安尼用功，我虽然是佛祖说说遐，啊，各家拼的安尼尔哦。啊，我唔过自己个暗哦，用早暗我拢安尼拜佛呢，啊，拜拜我就跪咧呢。啊，嗯，地主哦，那趁钱我要起一间厝哦，啊，要来咧创一个真像样的佛堂哦。啊，我就安尼甲伊讲哦。啊，我伊讲要安怎求才会感应啊？我讲这足简单的，你。看要三年啊，要五年，你佛你用功刷啊，甲佛做讲啊，下早时早个做刷几日，甲佛做讲，下暗时做刷骨甲佛做讲。可是我你讲三年，我三年来哦，啊你买啥甲佛做讲，我要买伫倒一位哦，啊差不多偌济钱哦，啊你和我三年来哦，我愿望会达成，啊我面顶要用一个真像样的佛堂要来修行。安尼呢，拢会满你个愿，呼呼，伊愈听愈欢喜哦，啊，可能就照安尼做。真正讲，呼呼，去买一间厝，讲，佛堂用用就叫去开杀进咧。哎呦，足庄严个咧！我讲，啊，都无几年啊，你来遐熬。伊讲，我都听你个话啊，讲你都叫我拜佛念佛，然后安怎求，我都照安尼咧。啊，我拢照你讲安尼咧，要买伫多一位，差不多偌济钱，厝啊。拢满我的愿咧，啊！你看卖，看这站我做得偌好，你看。